咪咪咪咪，快点咪咪！好，谢谢，给一个就好了。还有一个，好，拿一个，谢谢。咪咪信吗？咪咪咪咪，给你的信。啊，哇，这么多！这个是你今天毕业101天，祝你快乐。 太激动了，一下舍得吃八分钟。哦，这个全都是你。这全是我给你写的。哦，哇！这是我们新的一员吗？我看到了，你们明天看到我们台下，如果戴个帽子就是我们的。好的。谢谢。是高学生吗？是因为里面是吗？还是外面呢？外面也很热。 OK，我被骗了。你以为今天是多少？对，是北京的。你自己画的。会不会换个颜色？就懂他在。是要换粉红色还是绿色呢？有没有喜欢的颜色？都喜欢。都喜欢。你们怎么说的？对啊，我记得你们是这么说的。为什么要欺骗他？ 花姐在玩什么游戏？啊，今天啊，对，那个呀，那个什么新出的那个什么Among Us，搜一下。好的，所以我们一起预备。对，都在问你说这是什么游戏。差不多了。我只是。明明明天加油。你一瞬间替你那个街头晕了，你没戴面具我就看出来你是谁了，当时。 确实，那个面具。你当然让我唱那个青蛙词，我太紧张了。哦，就当时，对。然后你让我唱我起丝袜了，我唱了一句咪咪，然后你笑了。这样上去。 音乐节上会唱新的歌吗？新的歌，嗯，想想透露吗？对，可以透露吗？新的歌应该是都不错的。有几首歌？一共几首歌？六首吧。六首，上次也是六首。上次没去。上次不是上次街头一浪也唱六首。 但是晚上我要赶那个动车回去，就没有等你那个闪耀。让我当时哭了都。闪耀真的太好听了，太难唱了。我也喜欢紫色，所以我的花是紫色的头。我的花也是紫色的，那个干花是紫色的。大福哥，大福哥，大福哥，大福哥。妹妹好一点。还有一个呢，后面有四阶是吧？有。 停车场，停车场，我前面走啊，停车场，我前面走。咪咪，这个灯牌记得吗？两年了，真的两年。那个应援服我找到了，但是太少了，穿不上了。去年买的应援服。应该弄个新的。今天是我喜欢你的第895天。是啊。895天。怎么弄的呀？如果不弄它一个。 咪咪，你现在看到小朋友还会想到上次的时候，一堆小朋友在街头在那骂。不，他们叫我阿姨。对，当时小朋友特别可爱，喊你阿姨，然后你当时生气了。咪咪，我今天本来想给你写信的，后来考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信。我都想回来给你写。我会看你。咪咪马上要补色了是吗？头发要补色吗？应该要补。
吧，看一下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真香了，我觉得自己也好香。这个包子特别，对，特别适合。主要是人比较好看，所以什么颜色都可以。你新专辑什么时候出来啊？啊？你有新专辑？新专辑我觉得很快的吧。很快是吗？我们非常期待。我好甜。应该好。明明不要熬夜，注意休息，要注意休息。明明你上次是不是因为就节目组不让你唱你自己的歌，然后你蒙面的时候就不能唱自己的歌？嗯，什么时候？就上次街头音浪，是蒙面的时候不可以唱自己的歌，是吗？当时嘛，可能就想要选大家比较熟悉的歌。哦、对。你当时让我们唱你的歌，我们都唱不上去，特别尴尬。太高了。还有想到就是周边的那些，就是一些路人，是吧？好，明天加油！明天加油！明天加油！你要注意身体。坐哪？你的签名，大富哥，我想要你的签名。可以签吗？不签。不签。谢谢你。对咪咪好一点哦。还不好，都排那么满了，还怎么样？排满了。我们永远支持你。大福哥加油！拜拜！祝您玩的开心。我们以后也是你的粉丝，我们也是你的粉丝。对咪，只要你对咪咪好，我们每次都在。对，我们给你订灯牌。我们给你买灯牌，大福哥。那也不必如此。请您应援。我们给您加油。我的花。啊、我怎么被站到那里了？咪咪拜拜，咪咪，咪咪拜拜。他出来了，他在挣扎。